首先欢迎各位嘉宾莅临绿渊潭，搭乘到我们这艘船啊，称为美王一号。我们今天会下两个景点，我们就把这艘船的名字美王一号给记下来啦。那这个美丽的美，国王的王，那就把这个名字给记下来。好嘞，那我们日月潭分成两个潭，一个日一个月，那这两个潭呢现在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地形的关系啊区分开来。那我们在这边有四个海段，它只有两栋没有岛，只有两栋没有岛。那我们现在就从这个水色码头啊开始游湖绕一圈再回来这边。那我们日月潭的总面积大约830公顷，8.3平方公里左右。那在那边啊有四个码头，我们就从这个水色码头开始游湖。好嘞，那看一下我们左边船只的左边，这个左边的朝雾码头开始游，这个下水游泳，游到哪里？游到我们右边，咱架边有一个村庄，有一个庄啊，那这个呢叫做伊达哨。那这个从这边游到伊达哨，总长3.3公里，3300公尺。那它起啦。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今年在9月4号会来举办。那我们啊，各位嘉宾都可以来参加啦，都可以来参加。那去年呢，我们有一个99岁的阿公，啊，也有来参加。就是啊，各位嘉宾啊，我看你们还很年轻啊，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啦。那就是从左边这个朝雾码头开始游泳，游到我们右边这个伊达哨码头这边。我们这个岳飞，还有关公，和这个孔子，一文两武，所以说合称为文武庙。那这个文武庙呢，是目前日月潭这边历史最悠久，也是啊最大间的一间庙宇啦。那这个文武庙前方呢，有一条阶梯通往潭面来。那这个阶梯啊，刚好365阶，所以说我们把它称为年梯或是天梯。那么如果有时间啊，可以去走走看。那每一个阶梯上都有刻着世界上名人伟人的生日。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走走看啊。总共有28种。那么28种呢，我们把它分成三型：大型、中型、小型鱼。那脑筋动得特别快，所以说啊，把它称为总统鱼啦。那这个总统鱼呢，它的肉质啊非常鲜嫩，非常甜美。不过啊，它的刺也是相当多啦。那我们当地啊都是用清蒸的，用清蒸的才可以保住它的肉质、它的鲜嫩还有甜美。那这个小型鱼种类更多啦，这个小型鱼啊也是介绍一种就好了，叫做奇力鱼。那这个奇力鱼。But we never
I'm a corporation. I'm the press conference, you a conversation.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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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Why you so obsessed with me? And boy, I wanna know. Lying that you're sexing me when everybody knows. It's clear that you're upset with me. Oh, oh. Finally found a girl that you couldn't impress. Last man on the earth still couldn't get this. You're delusional. Napoleon complex, see it right through you like you're bathing in Windex. Boy, why you so obsessed with me? And I'm listening. And I'm a girl saying,好的啦。